听说高雄有家饭店最近推出鸳鸯料理，虾毁吃鸳鸯会不会太惊悚？还好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是道书中菜。这道菜的来源典故是洪七公有一次潜入那个御膳房，他躲在梁上三个月，他曾经目睹两次御膳房厨师做出这道鸳鸯五珍烩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：能够在死前吃这个鸳鸯五珍烩，是死而无憾。来看看这道菜如何制作吧。先取烤鸭的鸭胸肉做它的鸳鸯的腹部，那中间的话，我们再佐以上汤煨过的一个大白菜丝，还有蟹肉穿烫过的虾肉，做它的身体骨尾巴。用上汤煨过的萝卜丝点缀，再铺上同样上汤煨过的冬瓜片和香菇片，把整块萝卜切成羽毛状，边边刻出羽毛层次，然后切片，一片片打开就是漂亮的羽毛了。红萝卜片用鸡高汤煨煮后铺放到鸳鸯上，用烫熟的绿色丝瓜丝、紫色山药丝、烫熟的虾肉、蟹肉、鸡肉丝和煨过高汤的红萝卜丝装饰。头部和颈部一样用大白菜做底，上面铺冬瓜片、香菇片、丝瓜、南瓜丝，色彩艳丽、栩栩如生的鸳鸯完成。鸡高汤勾薄芡淋到鸳鸯上，是一道料多汤鲜的羹汤。我刀工如果好的话，大概一只鸳鸯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即可完成。师傅刀工确实了得，但和真的鸳鸯像不像，就让顾客自己来评断喽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